没关系的，你不用为我担心。可是同事关系不好，会影响工作的吧？这么多年，除了你，还没有别人能影响我的工作。那我不知道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了。只要你开心，它就是好事儿。那我先上去了。要不要上来喝杯咖啡？哦，可以吗？会不会打扰到你？那还是算了吧，我先上去了。哎，我突然有点渴了。